好，游戏结束了，我有个问题想问问大家。前段时间你们朋友圈有那个吧，发18岁照片那个，18岁的照片，我当时发朋友圈了吗？销毁了已经。这样，栏目组导演好像说找了一些照片，也但不知道是谁的，十八岁的。哎，不用，我就不用看照片了。我18岁的时候跟娜娜长几乎一模一样。哇塞！哎呦喂！听到这句话，你还想长大吗？你长大了，也许就这样。我这一年是吃了多少？我们来看看啊，都有谁的18岁的照片会被放到大屏幕上？好，不要紧张，贾玲，不要紧张，我们来看是谁。哎，可以是吧？贾玲，你以前是两个人，现在是一个人，对不对？你把这人吃了，之后变成了这个样。啊，是不是呀？我跟你们说，贾老爷之前也是个女的。哎，那个人是谁啊？那个是我亲姐姐贾丹。哎呦，像不像欧阳娜娜？娜娜，小心哦，18年后。老白见过最瘦的时候，那时候我还喝7日瘦身汤，一个月瘦20多斤，然后那阵儿就96斤，老白还试图追过我呢，然后试图啊，被我啪，没有，那会儿就是他吧，一吃鸡蛋就过敏，这我都记得。然后说哟哥，我那么多细节你都记得呀，你是不是？哎呦喂，我要是像贾员外这样，我高低嫁给你，我多好，有安全感，你知道吗？你看这件事告诉我们，就是说不管你多么努力减肥，以后都会变成你这样的，对不对？太棒了。这谁？这谁？这老白，这白老白呀、啊，老白。你别乍一看乍猛一眼有点像王力宏。哎，那得多炸呀！好，沈涛啊，你是好眼神啊！乍一看有那个范儿哈。这是谁呀、啊？这是谁呀、啊？蔡姐呀、啊？啊，这是蔡姐啊！是个男。这是我在拍电影《带着他的旅客》里边男装。哦，你看这是谁、啊？这谁啊？好小啊！这谁？哎，照片小啊！邵峰老师，我、啊、的妈呀！真的，就是邵峰老师让我们感觉到是年少的时候和现在几乎没什么区别。谢谢啊，谢谢啊，贾老爷。这谁？这谁？我呀，这谁？哪儿的杀马特啊？这是？对啊，反正我也没什么变化。因为这是去年拍的，我今年19岁嘛，差不多嘛，就。大张伟真的可以称得上是我们年少时候的偶像。什么？不用年少，你不一生的偶像都是我吗？哦，大老师00年的状态。哟、哎、呀！这实话实说太帅了吧！别被骗了，别被骗了！我跟你说啊，得亏那个年代没有 PS 技术，要不然我还说不清楚。哎，你拉倒吧，白的都曝光了，对，曝光了都。哎呀，这是谁呀、啊？哎呀，这是谁？这是谁呀、啊？谁那么肌肉男？肌肉男，这是茂哥，这是茂哥，茂哥啊，像吗？哎呀，你们不知道啊，茂哥原来真的特别帅，这里面只有我有这个资格说这话，因为我们认识特别久。他小时候长得特别像混血儿，真的很帅。我们看看啊，下一个是谁？这是谁呀、啊？东林，郭老爷子，东林，郭老爷子。但是郭老师，您那时候的酒窝特别深，后来胖了。不是，以前是一个坑，现在是一道沟。哇塞，那是笑多狠呐、啊！这我，哎呀，大美女啊，丽丽啊，牛丽老师，牛丽本来就是一个大美女啊。谢谢谢谢。